昨天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在一个 Facebook 的商家的专页上啊，有抽到一个原价购买大灌篮的机会啊，Space Jam 啊，所以呢，但是我抽中的是一个女鞋的码数，然后刚好 Eason 他女朋友是这个鞋子的码数，所以我今天就跟 Eason 一块儿去西门町去买了一下那个女鞋，他现货明天才能到，今天只是去付了一下款，然后我们。今天去完之后呢，又一起去吃了一些台湾特别著名的雪花冰，还有，豆花。过程中呢，我们聊了聊啊，就是如果你的女朋友不喜欢篮球鞋，你又特别想买很多篮球鞋的时候，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矛盾啊？试图去讨论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这次坎迪没有来，所以很多观众要失望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关系，他下一期应该会出现的。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，今天坎迪没有来。对哦，我要把这段放在最前面。对啊。那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今天坎迪没有来，那就只能我们两个人，因为我们俩刚才去买了一双鞋子。谢谢。可以的，他可以上镜，他配好，我们在西门町的一家冰店啊，然后刚刚今天是大灌篮发行的日子啊，然后我旁边这个 Eason 就是给你女朋友他给他女朋友订了一双啊大灌篮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我的观众里很多是男生对吧？然后你们特别想买鞋，然后买了之后呢。很多鞋女朋友不同意你买，或者你想送你女朋友的鞋，发现她并不喜欢啊，常常有这样的苦恼。我跟你讲一个，就我有一个买家，然后他认识我之后，就疯狂的买鞋，因为我没有帮忙代购嘛。然后他上个月一个月买了15双，哇，15双，对呀，十五双，十五双鞋，因为他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嘛，举重好像还是什么，反正然后他就把很多鞋，他就藏在车里后备箱，哦。他不敢拿回不敢。家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男的，他是北京的，他开始买了几双鞋的时候寄到他单位，然后有一次，他又买鞋嘛，他买了好多胶带，他就跟我说，那寄回我家好了。我说怎么不寄单位了？他说他跟他女朋友一个单位，都寄到单位不被发现 对，都被寄到发单位现。了，都被发现了。然后就还这种事情还蛮多的，哇，你知道？像你这样买大灌篮给女朋友，她会想要吗？她应该是会想要，这么贵的鞋你还不想要？我可以顺便介绍一下啊，Eason 给我们介绍好了，就是台湾，就算是台湾的，看一下好了，就算是台湾的什么？就算是豆花，那香港叫豆腐花嘛？哎，是香港叫豆腐花，没有这么多冰哎，好像香港有点像是刷冰的感觉。这个圆圆的什么是？这个是叫做包心粉圆。它里面其实还有那个，它有一些馅料在里面。没关系，我加过来，重来。我咬一点点。好，你继续。它这里面是有包红豆的，它这里面是有包红豆。哇塞，有一颗哎！对，它是有包红豆的。哦，对。然后那个大大的是什么？大大这个是芋圆，就芋圆。哦，那这边就是这个豆花，好像内容特别丰富的呀。对，那边豆花就只是豆花而已。对，就还要加糖水这样子。对，是。对，这边还加冰，然后。对，还有加冰啊。然后我吃的那个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是芒果雪花冰。哇，这边雪花冰好像超大。对，超大。我们那边可能就是小的冰激凌而已，就是手掌那么大。这么大。对，然后这边。我一直在饶河夜市吃的有一个，还有更大的，对，哇，这么高，不知道那个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台南的话，有一桶水果冰，那应该是那里面是水果，当季的水果都很新鲜。可是突然来了一波人，我不确定咱们那个声音可不可以。再说一下这个雪花冰，它这个刚才有看你有跟我讲，不是看你，sorry，sorry，你曾跟我讲说这个有刨冰和雪花两种。对，那刨冰的话就是像我这种比较粗颗粒，就冰块嘛，冰块。它这个好像感觉是牛奶的。对，牛奶，然后它这个比较绵密一点点。哦，对。哎，今天我们两个汉子在这里介绍雪花，有点怪怪的。要怎么办吗？那你可以说说看啊。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还不错，先买一个情侣鞋，让大家。对啊，就是如果你有女朋友，她不想让你买你喜欢的鞋子的话，你就先给她买一对，然后你就说你是为了跟她一起穿的。对，配情侣。对，就是好像是唯一的办法了，我目前发现。所以你就这么干了。连她的一起买就好了。哎，这里是西门町吗？对啊。
这边怎么变空了？好像我记得以前好多。这里之前是这里变成这个手工艺，哇，这好像变成一个 H&M 在这么大 H&M。对啊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哇塞，全亚洲最大间。真的、啊？我记得好像全亚洲前几个礼拜才开幕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其实我们这种有一点类似于直播的形式，只是把它只是变成是在网络上。对，直播的话就是你当时如果错过的话就不可以。就错过了，错过就没有。可是他也可以在，他没有在录起来，然后再让人家再看吗？没有，他不像 Facebook 一样。而且大家一般都看那种实时的，因为这样还可以跟主播互动。如果录播的话就没什么意思，因为本来它内容就没什么意思。那你的车呢？我的车在那。那你要去拿吗？等下再过去，没关系。啊，行。那我先走吗？好，行，那你明天看吧，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跟你来，没时间的话你就自己来了。 OK， 拜拜。